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如我所讲，当你一路一路咁成长嘅时候咧，你就会遇到更多关于黑暗、更多密集嘅黑暗咧，要你驱走。因为原来我哋与日俱增嘅成长，其实系神设计出嚟，让我哋能够接受更多嘅真光。因为原来你每一次驱走呢一啲可以话更加老年咁老嘅黑暗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见到更多高智慧嘅光明咧，进到你嘅生命当中。个难题越大，只不过为你带嚟更大嘅光明、更大嘅光嘅恩膏啫嘛，系咪？但系问题事实上嘅，你会睇到当咁样嘅过程当中，喺咁嘅情况底下，会为你带嚟更多嘅压力啊，更多嘅痛啊，更多你认为人生当中嘅损失啊。有啲人佢其实继续 keep 住去以虚假嘅方式成为一个嘅侍奉者，其实佢就唔想损失佢嘅面子啫嘛，吓。即系喺过去咁多年当中，有好多时咧，去管教一啲门徒咧，佢即时就离开，因为点解？因为佢咁多年当中用虚假所维持呢啲嘅面子冇咗嘛。佢直成咧系憎咗教会，系管教佢，佢憎咗人哋发现咗佢嘅罪，咁嘅吓，即系佢冇悔改嘅，直成因为佢已经唔惯悔改啦嘛。你谂下一个人去维持虚假同埋咧假面具，同埋咧去隐藏佢嘅一次又一次嘅犯罪，嗰度几多十次啊？佢连一次嘅悔改都冇，而累积嗰时可能十次、一百次、上千次，好啦，俾人发现出嚟嘅时候咧，佢竟然唔系话将所有悔改一次过摆上，而唔系啊，连一下悔改都冇，佢调翻转嬲咗你，咁嘅喎，系咪？你见唔见啊？呢、这个就系如我所讲，嗰、那个人已经系完全喺信仰上作废噶啦，喺神眼中根本已经系一个废人一个。原因就话佢已经系习以为常咧，已经唔会憎恨自己嘅黑暗。而家佢已经保护同埋爱自己的黑暗。当你干犯佢黑暗嘅系呢啲势力范围嘅话，佢就憎咗你。呢一点咧，我就事实上可以话最明显就系1996年双水嘅时候咧，就学精咗呢一点。因为点解咧？即系可能香港人咧，佢哋直情唔知道自己太过俾嗰啲电视片集咧去洗咗脑啊，直情吓。所以1996年嘅时候咧，当我系可以话系我生平里面接触最多牧师嘅时候。接触了很多外界的，除了是这些记者啊、代表的基督徒啊，还有这些牧师。但是呢，这班牧师呢，看到呢，他用自己那些好像电视片集一样的这一些的演技呢，去遮掩他自己的黑暗。即是什么黑暗呢？就是说他明知自己是错的，明知双水医得到人，他们都因为怕死啦、妥协啦，去找到很多诸多的藉口的。即是明明他知道的了，但问题呢，他都用这藉口。当时我就知道，哇，唔可以点穿佢哋嘅。如果唔系咧，一定恼羞成怒呢班人，呢班所谓叫做牧师。因为点解咧？因为直成咧，佢哋喺度咧掩饰嘅时候咧，你睇到个眼神噶嘛。因为即系啲演技，直成好似电视片集嗰种，抄足晒电视片集。但我本身系叫做咧，即系过加拿大读书之前系叫睇个电视，翻到嚟香港唔睇噶嘛。所以面咗一睇咧，就好轻易分得到嘅。弟兄姊妹嗰啲真情啊，或者真实嘅呢一啲嘅表情啊，同埋呢一啲嘅。交流咧，唔系一种演技嚟噶嘛，但系佢哋真系睇啲电视片集太多咧，佢哋讲大话或者掩饰自己呢一啲黑暗咧，其实你喺个面上睇到噶，喺个眼神睇到噶，你一听你就知道系经过深思熟虑嘅藉口嚟嘅，即系换句话讲，佢唔系突然间遇到呢个问题，然后突然间就不嬲冇犯呢个错误，所以你问起嘅时候咧，佢仓促嘅答你，唔系噶，你会睇到咧好多时佢哋呢啲怕死啊、妥协啊呢一啲嘅藉口咧，其实系经过深思熟虑嘅。即系佢犯过好多次噶啦，佢哋用过好多次呢啲嘅方法咧，去使到咧佢能够 keep 住一个牧师嘅身份，但系仍然可以喺罪当中，喺自己嘅软弱当中去妥协嘅吓。咁、所以变咗我知道，哇！喺当时嚟讲，明明啊，即系如果我点穿佢哋嘅话咧，其实一次过得罪晒咁多嘅呢啲牧师，但系相对咧喺个过程当中，亦系我好震惊，原来哇，教会界咁多衰人嘅喺牧师当中应该吓，而呢啲人咧生都打生打死咧。甚至放弃圣经好多嘅原则咧，去保护自己黑暗。因为点解咧？因为当时我已经见到佢哋有啲嘢，净见三四次，见到最尾嗰次，我已经系理直气壮同佢讲话：，你都明知呢样系真，我已经有成千几个个案俾你睇到咧，呢一啲系好转反应嘅现象，你都仍然咧电视访问你嘅时候，你都一样又话邪教，又话毒药，你都咁讲得出嘅，直情我问翻佢哋噶啦已经。但系问题咧，佢典型就系好似嗰啲嘅叫做咩《倚天屠龙记》嗰啲掌门人一样。
教我点样去妥协啊，教我点样去搭膊头啊，同呢个讲啊，同嗰个讲啊，咁或者佢哋喺电视嘅时候唔会咁话你啦，我都知道佢讲嘅唔啱噶啦，我知道佢讲嘅错，我系帮你噶，不过你就总之你就要去安抚下呢啲嘅牧师啦，咁样喺当时同呢啲牧师去交流嘅时候咧，就发现咧佢哋系冇错，佢哋为咗唔同嘅藉口，因为点解？因为当时其实已经可以话1996年咧，我本身嘅恩赐运作已经系去到可以话系一握手就可以知道嗰人嘅心里面谂乜嘢啊。同埋佢将来嘅方向系点样啊？尤其是因为1996年咧，系可以话一次过驱走我内心当中好多黑暗嘅吓。因为点解？因为要为神牺牲好多嘢啊嘛。而嗰个牺牲咧，直成系挑战我自己嘅，可能胆小啦、怕死啦、懦弱啦，吓、啊，即系唔敢去为神去坚持啦。好多呢啲黑暗，我要一次过驱走先可以话面对当时嗰个嘅光景，甚至要选择一个嘅态度咧，去面对当时嘅传媒同埋当时嘅教会界嘛。咁所以当时其实恩赐运作系其实喺嗰年我突飞猛进得好多嘅，所以变咗直成同呢啲牧师交流咧，已经知道咧有啲就为咗名誉，有啲咧就为咗佢嘅成功同佢嘅身份，有啲系为咗佢教会人数，有啲系为咗佢哋嘅工作，有啲成讲埋出嚟噶啦，已经吓直成讲埋出嚟噶啦。约方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嘅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心热诚不惊惧挑战，愿竭力于天路快跑，奋力冲前。心未尝怕千万转变，跟主却终一生终结得永生冠冕，现将一生光阴所有的气息全呈现，不管风雨不管波折情不变，要放开主挂牵，仰望主是人面，跟主纵直昂步只望前，或许沧桑转变，星宿纷纷地而万千，世事乍变，或都地而改了万变，心中始终惦记，敬拜是奉凡前，坚守主真理到达最终，和我主相见。